Can't overstep me, just sit back and listen and watch how he bless me. Wait till I'm falling and pull up and catch me. The check is too small, you can't pull up and check me. Nah,
I could have fast. You feel the way they could pull up and give me my do something while I'm gonna take one piece of the I could have fast, see? You feel the way they could pull up and give me my do something while I feel like you press me.这一段呢，尖叫声给我们表演团体台北流行音乐中心。那也请我们的 Zico 老师请留步啦。Zico 老师，我们请留步。好，那我们 Zico 老师想必是需要先喘一下。身为光复的设施，我们等等要来访问一下我们 Zico 老师。我们丢几个比较劲爆的问题，好不好？不然就一个。那在这支表演团体前呢？就是光复刚刚高二 hiphop 的表演，那 Zip 老师等等讲一下跳的怎么样 ？OK 好 ，OK 好，好，然后 Zip 老师也可以稍微来谈一下，就是因为疫情啊，大家举办活动也不容易，尤其是在前一两年，应该又是更特别的不容易。好，那我们可以请 Zip 老师分享一下。OK 。但好，要讲他们是吗？但其实那一支不是我排的，哎、欸，没有啦，我的舞在下半场，这一支是，就是我安排的一些小助教们帮我一起合力完成的，对啊，我觉得不错，还算整齐。虽然。那个地板动作有掉招的部分，但是有站起来，这是一件励志的事情，很好，给他们一个掌声。哦，这一年哦，我要讲什么？不要讲那种尴尬的。好，没有啦，就是很开心，就是现场有很多，比如说亲朋好友，或者是家长，或者是。甚至就可能被抓来一起看的这种路人们，但是就是你们到场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支持，因为他们其实因为疫情，所以没有跳过舞展，社团没有所谓的成果发表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去学一个东西，其实最大的追求其实是对于自己的成就感，或者是。对于一个演出，就是这个心灵的满足的部分，所以就是你们到场支持是给现场表演者是非常大的鼓励。没错，我好官腔，谢谢大家。再次谢谢我们 Zico 老师，这不是官腔，这也是最。